疏散，已疏散咗游乐区、泳池区、东翼同中区娱乐场啦。你唔信我只狗啊？咩事啊？喂，你肯定系佢？你睇下对鞋啲果汁。整一杯檸茶，兩杯黑啡。OK， 收到。檸水啊，老細。靚仔，靚仔，嚟嚟嚟，嗰邊張台靚啲啊！嚟，我哋過嗰邊坐啦。今次嘅冇发现啊？冇。我哋仲要查到几时？唔可以停。就咁放手，你觉得值咩？就系跟住你，我先觉得唔值。
不如 close file， 我要见上面。你忍等我，除非我艾婷。放心，我会负责。Madam， MO 八二三条友有搞事啊！仲要几耐？两分钟，两分钟就有张主页回复正常。Madam 系问，仲要几耐先可以找到佢 IP 嘅位置 ？IP 系黑沙环海边马路 MP5 网吧，又喺公众场合。Madam 啊，开快啲！師兄做嘢，啱啱有冇人埋單走咗啊？冇喎。哇！咁快有人將個截圖擺上網啊！仲好多人 like 過呢個 MO 八二三。去出邊睇下 WiFi 嘅接收範圍，特別留意有天眼嘅地方。Yes, madam。陈局长，我在现场，暂时没有发言。MO 八二三，八百二十三号，就是我哋企紧嘅地方。讲下新方案啦。MO 八二三近期嘅作案频率喺度增加，同网络嘅热捧有关。呢个人有严重嘅网络依赖症，既然网络可以俾到佢咁大嘅满足感。我建議暫時關閉澳門主要論壇對 MO 八二三嘅討論，同媒體溝通，盡量減少報導。只係封鎖？呢種人一旦失去舞台，就會發癲，就會犯錯。可以播啦。呢啲係呢兩年嚟佢盜用嘅 IP 地址，仲有呢一筆，佢一定會完成嘅。而家地点有咗，就差时间。逼佢，就系要时间。Madam 啊，啱啱特警组嗰边爆料俾我听，佢话两 Sir， 佢阿辉哥帮拆弹组拆弹喎。喂，不过佢个鼻真系咁犀利嘅咩吓？拆弹？佢拆咩弹？咩啊？晏昼放假炸弹嗰单新闻啊嘛。不过放炸弹条都几无聊，佢又帮咩自媒体搞假新闻喎？
我哋下面进行第二项。你写噶？我哋坐低慢慢倾。你哋认为我有病？系。阿辉，两 Sir， 你唔好激动住，呢个就系临时嘅，即系冇调整咋。如果我真系有病，我第一个炒晒你哋。佢而家嘅幻觉越嚟越严重，教授，我哋不如试下催眠介入治疗。我理解你嘅心情，但系催眠系一把双刃剑，稍有不慎，效果适得其反嘅。但系我担心佢唔食药嘅情况会越嚟越严重。佩斯啊，关心则乱，阿辉嘅幻觉可能系随机产生嘅，亦都可能是外人强加给他的暗示。人的大脑究竟有几复杂，谁都不知道。我建议都是要慎重。信任，可能信任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疏导。十万晋升 VIP， 年息超过35%，先币国际投资项目覆盖东南亚地区资源支柱行业，博彩、矿产、能源、电信、银行，实时交易平台，专业理财管家，令投资动态收益月回报超过30%。先币国际，虚拟货币创造真实财富的第一平台。接住落嚟，有请我哋嘅 COO 郭婉君小姐。美国有纳斯达克，大陆有沪深股市，香港有港股。从今日开始，我哋同样拥有自己创造财富嘅平台，因为我哋有。成班小丑，做长show就可以有素材摆上网，我哋就可以同啲下线讲故仔咯。估计喺未来一个月，我哋嘅在线会员会增加200%以上噶。你搞咁大坛嘢咧，澳门司机好麻烦噶。想点啊？喂，冷静啲啊！你冇乱嚟啊！你想点啊？喂，喂，过嚟啊！咩麻雀啊？咩麻雀啊？头先系有风险噶。你哋个个都逼我噶，啊，嗰啲阿龙潘啊，啊，面得晒红，好啊，气点啊天，你闪啊闪啊 ！Yeah！你 ，OK。Are you OK？
今日开始，我哋同样拥有自己创造财富嘅平台，因为我哋有。你哋每一个电话都喺度帮紧每一个人实现紧佢哋嘅梦想，但系与此同时，你哋亦喺度帮紧你哋自己实现紧你哋嘅梦想。嚟，话我知，我哋嘅梦想系乜嘢？搵钱，搵钱，搵更多嘅钱，搵钱，耶！加油！我希望你哋当中有人。有一人可以企到我个位置。梁生，你好。欢迎加入 Sim 大家庭。多谢。带你周围行下。好啊。梁镜辉，郭小姐。你好。澳门人真的很热情，坐。我请他来做我们保安部的经理。写得到长份工吗？算是环境嘛，我哋嘅人工都唔低啊。但系赌场始终大公司，帮你哋可以搵多啲嘛。冇错啦，人最紧要清楚自己想要乜嘢。记住啊，从而家开始，你只需要对我哋两个负责就 OK。OK， 好啊。OK， 你好似好紧张咁。职业病啊！好，咁我带佢出去先。上次多谢你啊！点解请佢？我哋上次系好彩咋。咁下次呢，我哋而家係赚到好多钱，但你都要有命使先得㗎。嗯，呢边啦，行啦，带你周围睇下。
喂，论坛度 MO 八二三消息冇晒喎，俾警察捉咗啊嘛？俾警察捉咗咩？你点知噶？收到，三楼 A 区，拖住佢，唔好断开。Action！ 司机，系呢部电脑啊？应该系。阿头，对方又上线啦，喺四楼 C 区啊！所有人上四楼，快啲！他们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你凭什么肯定是他们啊？我说多次，那晚我只是听到枪声和闻到火药味。OK？ 这个是命令。要拉的人都拉了啦。就当是最后一次。你放心，我会看着你。那三年前呢？你都是这样说。你已经不是警察了，放过我，放过你自己了。咩事啊，周组长？你坐低先，我哋好好倾下。帮我复职啊，阿辉，唔食药嘅后果你系知道噶。啲人系咪当我傻啦？冇所谓。你唔可以认真啲咩？好，你思想问责，有冇搜查令？
梁镜辉，我是真心想帮你啊！你帮咗我好多啊！我而家好自由，唔需要看护。你永远都只系自顾自己嘅感受，从来都唔理人哋。张子莹就是因为你先出事噶。子莹嘅事我会负责，我唔使向你 report。我次次嚟你都知道，咁点解你唔收翻条锁匙啊？你睇到噶啦，我真系觉得我哋做得好掂咯。其实我仲有个谂法，点解我哋唔可以喺网上面做，将生意做得更加大咧？想做大啊？你自己问老细啦。到咗啦，我交落嚟。我实会问嘅。阿辉，你今日负责揸车得啦。听人讲你之前做司警嘅，系啊。我想知道原因。而家当差成日俾人闹，帮你哋揸车开心啲。兜多远，以防万一。好似被佢发现咗，咁醒嘅咩？佢唔系话佢呢度，佢咩氹个师傅啊嘛？你话咧？咁点啊？打俾咩氹啊？又系我啊？唔通我啊？你饮杯嘢先啦，我再 call 你。我同你上去啊！唔使。
快啲啦！品香咁高雅事，你带埋架买菜车真丢架。品香都要食饭噶嘛？咁多位你哋好，我系先币国际嘅郭远君，呢啲小礼物系送俾你哋嘅。你好，咩先币国际啊？搞到咁大 party， 成澳门通晒天啦、啊！嗰、那个盘有几神仙？这是加里曼的沉香，这样点一点千几元的了，这钱是不是烧得很快呢？但是我有办法找得更快，买仙币要投几多？投得越多赚得越多。信佢真的可以洗得所有的罪。你忏悔悭返好多绵羊。你一定是做了很多错事。你夠膽讲你冇做错嘅嘢。我会选择自己承担。承担咪要讲能力。就算我冇能力，我都要对得住信任。郭小姐，你都熟澳门啲路，嚟咗好耐。你又知我唔系澳门人？澳门人一睇就知啦。你系柬埔寨、老挝人。你点知？我嚟咗澳门四年。咁你之前做咩噶？对住我，你可以收翻你啲职业病。
头先有个教授叫我交俾你噶。我阵间 call 你。点啊，梁经理，系咪话要出下啲监控啊？唔使，唔使，唔该。我开工唔忍，多谢。又系你呢条友。你应该冇试过打仗，嗰时柬埔寨立立乱。有一日，屋企俾人炸到烂晒，跟住成家走烂，好似马拉松咁，唔知几时系终点。
跟住咧，跟住咪得翻我一个咯。Sorry。好彩俾我遇到一个人。是他带我来这里，但是你都好像不太开心。不傻，我那时以为可以不劳而获，但是我有付出的，公平。有冇八二三有声嘢嚟我哋网站度？Sir， 有定位啦！咁快？即刻出发！中意搞真人 show 啊！而家全澳门都睇紧你依个冇用嘅警察喺度表演啊！我保证你会有好多观众。你系边个？追。
咁快啊？喂，輕手啲啊！指人嚟啊！輝哥，翻去同 Adam 講兩句啊，巡例嘅啫。郭小姐，你做边行噶？先闭国际。咩都唔搞掂啦。多谢你嘅配合，梁生。大仔呢？新女友啊？你应该问边个带碟片出街？先生，咩事啊？先做紧嘢，我系佢朋友，小姐，佢系我同事，入去啊！原来你咁 open 噶，咁小心嘅 ，I don't care。你要尽快安个保安系统。我知点做啊，郭小姐。如果冇乜嘢嘅话，我哋就先走啦。你有任何发现，可以随时通知警方。收到。Yes, madam。我哋都要开会。哦，我走先。知唔知系边个做噶？佢哋话 M O 823。Madam， 你真系想将辉哥列为调查对象？咁你觉得佢喺度做紧咩？虛擬貨幣、網絡投資，你覺得佢係嗰種等錢使嘅人咩？咁啊，錢啊係人都中意嘅，不過佢絕對唔係呢啲咁嘅人。其實個 M O 823都要賺錢噶，網絡公司啊，啱佢。將 SIM 公司嘅 Simon 同埋郭遠君列入 M O 823嘅背景調查，盡快查清楚梁鏡輝今晚嘅通話記錄。个两件边个嚟噶？旧同事。系咁多。前女友啊？上世纪嘅事啊。我哋迟啲会走。去边？你会唔会同我一起啊？我唔可以离开澳门。
去黑沙环大马路啊！你是不是在追这个人？这个人叫陈国添，尸体都是在九澳水库发现的。又是九澳水库？初步判定他畏罪自杀。只是靠估啦。技术部反向跟踪你的电话，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通话加密记录，就是 MO823 将我们引去现场前的十分钟。但我哋揾到佢嘅时候已经太迟啦，只系发现咗一封遗书。遗书经过鉴定，系佢嘅笔迹嚟嘅。佢住喺边？辉哥啊，你到底仲知道啲乜嘢啊？我要去佢屋企。麦 Sir， 哦，辉哥，辉哥，唔该。佢做咩噶 ？IT 达人，佢曾经 hack 过银行嘅大客户数据库。好话定勒索？暂时冇收到任何嘅投诉同埋报案，我谂应该系恶作剧。我前冇教过你讲应该嘅，一定未捉实都系叫怀疑。嗯，仲有咧？哦，你睇下，佢姓陈，好多证物上面都有 C 呢个字母。我怀疑就系代表 Chan 嘅意思。呢个咧？只有呢个冇，里面有100万嘅现金筹码。不过我哋调查过，呢一个月之内，佢的确有过出入赌场嘅记录。好熟嘅陈香味。究竟咩事 ？Sorry， 从而家开始你唔再系Sim公司嘅人啦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会照足规矩办嘅。我衰咩？你衰咸湿啊！你知唔知郭小姐佢几尴尬啊？我妹唔系好大，你等我一阵先。喂，诶，喂，实叫入嚟。喂，喂，喂，即刻走。
job 啊。我警告你啊，唔好再跟住我啊！OK， 呢件嚟 MO 八二三挑战司警嘅证据已经七七八八啦，都系技术部好嘢啊！揼到咁烂嘅 hard disk 都复修到，系佢哋烧毁得唔够彻底啫。是他沒有你們那麼專業。如果你賺了100万，你會不會走去自殺？欸，他瘋的嘛，不瘋又怎會搞那麼多事呢？是不是輝哥說 MO823 監視國遠軍，但是 hard disk 裡面沒有相關的資料。你相信他啊？是你寫 report 叫他看醫生的。我懷疑陳國添在被人催眠的時候寫下這封遺書的，快點去查你們說的雲端吧。蛤，那還要很久，就算找到加上申請破解密碼，而且基本上都是 backup 來跟我們手上的資料沒什麼分別。副局長這樣催得很急啊，打給他這樣，我們先結案，跟著你再慢慢查好嗎？快點去做事吧。你是说张子琪入了先公司？其实都没什么啊，澳门又不是很大。我查紧呢条线，我不可以俾佢查。我一定不可以俾佢留喺先嗰度。你觉得他会听你讲咩？陈国坚收了100万都要死，我不想死得过。现在还会有人信你咩？咁你信唔信我？OK， 听完咁激动人心嘅业绩增长报告之后，跟住落嚟，我哋将会有一个小小嘅挑战。我哋将会暂停一段时间嘅分红。吓？咩话？咁要点解要解释啊？跟住落嚟，有请我哋新任嘅技术总监张子琪小姐为大家讲解。今次主要进行系统升级，喺呢个过程入边，大家嘅接单唔会受到影响，但系分红会暂停。server 升级需要3日，界面优化需要2日，新嘅界面培训需要1个礼拜，最快4日。系统升级之后，结算速度会提高10%。新嘅界面优化，保守估计效率提高15%。点理解呢10%同15%呢？就好似人哋开住部电单车，一晒雨淋，我哋就已经开到宝马；人哋仲喺度挨紧粉丝汤，我哋就已经食紧鱼翅捞饭。人哋仲喺度筹紧买楼嘅首期，我哋已经住紧别墅叹世界。到嗰阵，你哋就会知道数钱数到手抽筋系点样嘅感觉。我硬系觉得你帮我哋做嘢系有咩目的嘅。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有目的嘅。嗯，咁你话嗰个梁镜辉佢系咩目的咧？嗬？
是營主啦，你哋應該係識嘅。嗯？唉，冇所謂啦。無論點都好，我實會俾個交代你嘅。嗯？无聊，你唔觉得你而家好似梁镜辉咩？唔好喺我面前再提呢个人。你哋有分别咩？为咗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完全唔理人哋嘅感受，所以佢就可以唔理我家姐嘅生死。你哋系唔会知道子莹当时有几惊，但系我知道。因为我哋系妈生噶，OK 啦。仲撑啲。将所有 account 关联落呢个里面，做埋呢一步，我讲过会俾个交代你。周处长 ，Sir，Sir，M O 823单案仲未报上嚟嘅，两日之前咪话除晒证据噶。我觉得佢嘅死因仲有一啲疑点。嗰个另一单案嚟嘅，今晚我要见到份 report。呢个唔系我想要嘅嘢。你知道我想要乜嘢？唔使急，一步一步嚟，信我。你答应过我，会带我去见大老板。你呃我？Sir， 咩事？有料到，入嚟倾啊！我查过啦，陈国添 hack 入去嘅嗰间银行嘅大客户名单里边，最近的确有人买咗大量嘅仙币。贩卖数据睇嚟，仙公司就系幕后买家，但系100万呢个价钱高到离晒谱，用得起咁嘅价钱去买，系想偷更加多嘅钱。偷？费哥话佢100万系 Simon 俾噶。如果 Simon 要杀死陈国添，点解要俾100万佢啊？而且系杀死佢之后，将笔钱留咗喺现场。我明白你意思，
你想说 Simon 想偷钱嘛？辉哥说Sim公司背后还有一个人，就跟三年前林祖华案一样， Simon 就是当年林祖华的角色，但很明显他就是不想做第二个林祖华。那就对了，陈国天帮 Simon 偷钱，又将郭远军的资料摆上网，背后的那个人一定想要消失。行啦，我哋去上面汇报。你放咗我，我分三成俾你，分一半俾你都得噶。你知唔知系几多钱啊？两个亿啊！你以为佢会分几多俾你啊？五百万、一千万？定系你想成世做佢嘅棋子？分完钱，我哋离开澳门。你还你。我还我。Uncle， 我已经帮你赚了不少钱，都算是无拖无欠了。如果不是我领养了你们，你们还在柬埔寨玩地雷。攞咗几多少？七亿。喺边度？即刻过来开门，唔好问啦，自己 check。自己跳落去 ，Uncle， 你放过我啊！我知错噶啦，一路向前行。
哇，呢个后面垂落去垃圾站。乜乜都知嘅。我已经通知晒所有部门啦。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见。等咗你三年，张之杰咧，留下我部电单车，车牌 MP5345。你知道我要咩？记得带埋我嚟。你而家只系经济诈骗，如果你系都要撑住嗰个 Uncle 张，张子琪一旦有事。你就会加多一条胁从谋杀。我都想知佢喺边。如果唔系阿辉，我一早已经跳咗落楼啦。个筹码阿辉冇俾你咩？我误会咗佢。你感觉是什么意思？我还以为你是他女朋友。前面主要去探石广场。梁敬辉的手机定位在哪里？安华新村一座。麦 Sir， 有不妥，你现在即刻去梁敬辉家。你即刻攞部电话翻嚟 ，Madam， 我好似揾到咗 MO 八二三嘅云端 backup 啦。有咩发现？的确系有郭远军嘅监控视频，仲有大量佢黑过嘅手机资料。呢、這个隐藏嘅文件夹都系同SIM公司有关嘅，其中呢几个号码好异常，使用嘅频率好低。呢几个 number 系咪可以锁定？可以。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。好，想办法锁定这些号码。周处长，立即派行动组上街，我派特警回入你。我这边有定位，即刻通知你。Yes, sir。Thank you.
终于都谂翻起啦，啊？而家点啊？你系老板，你话咧？你先系老板啊！真系唔想撞翻你，你让我罪孽深重。就怪呢个警察太硬颈啦！呢个 ending 系你自己拣噶，啊，冇问题，俾机会你再做一次，嚟。OK， 开枪。三条人命，我写包等你坐监坐到见唔落。你错啦，我杀人从来唔会自己喐手。不过你个指引就真系太无辜啦。你真系觉得自己无罪咩？谂唔到嘅，姊妹情深，个妹开枪打死梁警官。帮家姐报仇，呢个 ending 仲精彩。开枪，开！打死他！快枪！
捉啲鱼乌虾咪冇乜用，我要捉个幕后猪咯。佢哋已经怀疑我啦。你要信自己，信我。从来冇谂过自己可以以咁快嘅速度去积累财富，所以千祈唔好认为我哋而家已经行咗好远，以后我哋仲有好长好长嘅路要行。不爱笑的人，夜里思念谁？极灿烂，未燃亮心底的暗，回忆是种幻觉。不发声的琴，弹奏都是情伤。你跟他的故事，怀像般不可告人，罪过但很有。守的信念，结冰你当初的热血，重浮华梦背后，谁又可自然地笑？是真心假戏，别挑刺。你这一生几次道别，离别的多少伤。谁又知并无下次，忘了什么名字。不爱笑的人，夜里思念谁人？任霓虹极灿烂，未燃亮心底的暗，但我就不再问。为何在等？